生命就是什么？生命就是一个我觉得吃自助餐的过程，很多东西吃，很多东西选择，是不是？自杀的人就是那些吃了两口买单。先生不是，我们很多东西吃，这两口不合成吃卡第二天买单。先生，吃自助餐最大好处，恰恰情绪好一点，起身再吃过买单。我刚才吃了那两口是吃了屎，我是不是睡醒吃了其他的屎啊？大家明不明白？我经常觉得大家看轻了啲自杀的人，很多时生命对他来说的严重性是什么？他认为生命是一个吃屎的过程。你想想，一日三餐，啱啱挨完早餐，啱啱朗完口消完毒，午餐又嚟，跟住仲要晚餐，仲有好多朋友请住你食宵夜，点顶啊？所以唔该，嗰啲政府宣传片啊，唔好再同啲朋友讲生命冇 take two， 佢哋就系唔想生命有 take two 啊，系咪？有 take two 咪又要翻嚟再食屎？咁我唔死啊！你嗰啲叹平真系，系咪？各位，你要帮啲想自杀嘅人，你就系要话俾佢听，生命系有 take two， 仲有 take three、take four， 无限 take。OK， 你想逃避食屎，你走去自杀，你就会轮回翻嚟喺深水埗个公厕度出世。头三年都冇人理你，你自己搵嘢食啦。我是真的相信有轮回的，各位在座有没有人相信有轮回？拍拍手。是啊，是啊，很多人啊，这些都是轮回回来的啦，肯定是不是？之前啊，有人告诉你，我是相信有轮回，我还知道轮回那条方程式是什么，各位。OK， 轮回的方程式就是，如果你自杀，你就会轮回回来做你仇人的仔女。是啊，你自杀，你轮回回来就要叫你的仇人叫 Daddy Mommy。 OK， 我是有证据的，我有很多朋友很疼惜仔女，但很多时候他的仔女会因为一些很小的问题就跟他说我憎你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上一世你明白吗？小明，你做快啲功课，唔准睇电视。我憎你，真系因为睇电视咁简单？系，就系因为，唔好讲细路啦，我嚟讲下啲大人，各位，在座咁多大人，你有边个可以锡你嘅爸爸嘅？你最上一次是锡你爸爸，你可不可以？阿爸，我瞓先喎。唔得，摆大寿嗰日你都唔得。点解啊？点解大部分人都觉得父母系应该对佢好，系欠佢哋噶？因为大部分人嘅心灵嘅深处都知道，牛耕田，马食谷。仇人揾钱，我享福。各位，生命是有 take two 的，所以如果你因为负资产，你走去自杀，你轮回回来第一个就会见到董建华对住你 thank you thank you。Yeah。阿董太仲有得生啊！